你还有五分钟的时间，是我做的，都是我，是我利用穆青的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凭什么事情全从我来放了他？你以为你真是我女儿？你以为我不敢杀你？你一个人冒充我女儿，潜伏到我的身边，利用我对女儿的感情，一个人从小地做起，处心积虑的往上爬。 把我身边的兄弟一个一个除掉，你们还真的是配合的天衣无缝啊！两条路，要么你跟我上船走，要么他被炸死，你被我打死，懂不懂？只要你放了他。 我就跟你走。哼，现在还谈条件？好，你跟我走，我就放了他。上船。